嗨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新的一期 Weekly Vlog。 你今天要跟朋友去吃一个拉面店。米兰上周工作日一直在下雨，我最讨厌的就是工作日加下雨。现在今天周六，然后雨终于停了， Finally。 但不知道今天会不会下。Hello， 今天的 outfit check 就是 Total Look Le Mer。哦，没有，鞋子是爱思加的 Derby。我今天的穿搭突然一下变冷，所以一下子就变成秋天的 outfit。今天穿了这件桑文汉的基辅外套，这件真的超级超级暖和，我里面就穿了一个吊带，然后这样穿就是完全不会冷。今天就十几度。裤子是 K 这条牛仔裤 Abigail， 然后这条裤子的裤型真的特别特别的好，然后显得腿超细超直的。然后我怕下雨，所以我穿了一个厚底的靴子，这样即使下雨就能把我让我离地面有点距离，这是我一些下雨天穿搭的 trick。Ralph Lauren 的电梯也太黑。刚才去了一个鞋子的特卖会，没有看到什么特别合适的东西，但是有试到一个桑文汉的高跟鞋，还蛮好看的。但因为那个就实在平时没机会穿，然后它也挺贵的，所以就什么都没买。然后我们打算去喝个奶茶。终于天气。星期天晚上的晚餐。今天就是一个纯素颜休息的人。这个虾超级嫩。
我刚下班，然后跟 Henry 相约在这吃个快速的午餐，然后我们就要去哪里呢？然后我们就要去这边的一个特卖会，然后里面有，就是因为他说里面有桑朗号，所以我就很想去拍。就是这样，下班后的一个逛街行程。是一间 Track， 环境很烂，但是品牌。我们现在在那种施工棚里试衣Henry 很沉迷这种老头衫，这个老头毛衣是 Margiela， 我一直对这些老头毛衣就很无感。秀才吗？嗯。什么叫这么多颜色？长度不是没有我想要的那么长，但也就对，这样感觉有羊绒，但还可以，对。这是大衣吗？我们今天晚上跟朋友相约吃一家兰州拉面，然后米兰开了 Coco， 他们现在去买 Coco 过来。对，他们怕长痘。我发型好看吗？坐。谢谢。你也很感人哎，好好啊。哎，你坐里面。是吗？嗯。辣椒他们那个奶精粉不是正常的鲜奶。吃饱饭，我们现在准备回家啦，下周再见吧，拜拜。